其实是你，我原本以为是佳怡的佳，原来是茉莉的英文名字 Jasmine 的首字母，我对比过陆佳怡之前的手稿，还有新书扉页上面的字体，你们两个人的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，只是你喜欢在落笔的时候多加一个点儿。人们本来以为陆佳怡的新书是笔锋大转，其实不是，之前的书。 都是你写的，你还在家里面提前试过了眉粉的用量，不小心灼伤了自己的手，还戳动了家里面的消防喷水器，导致漏水。哎，你也喜欢这本书啊？这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篇就是"为艾斯米而作，有爱，亦无悔，其苦。"你的耳朵后面有被遮瑕膏遮盖的痕迹，正常人化妆是不会画到那儿的，除非是想遮盖些什么。哎呀，陆佳怡的尸体上面也有这样一个纹身，就在你这个位置。你应该是害怕人们发现你们两个人不同寻常的信物，所以就把它遮盖起来了吧？陆佳怡的脖子上面还有被摩擦过的痕迹。是你拽下了这根项链。有一天，陆佳怡告诉你，她要结婚了。佳怡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这是哪儿啊？我要结婚了。你是怪我没有跟你继续写书吗？我一定会继续写的。没有用了，我想要的，这王三都能给我。可是你想要的，我也可以给你啊。那不一样的。你知道的，我向来……你向来喜欢对我指手画脚。可是我是为了我们好啊。你们都一样，都是想要控制我、占有我，什么都靠不住。就这个，佳怡，你是要背叛我们的誓言吗？我们说好了，谁都不结婚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。这种小女孩过家家的游戏，也许只有你这种沉浸在童话文字里的小女孩才会记得吧。是因为它可以帮人们驱赶恐惧，给人们带来光明。可惜的是，它是第一个公然背叛上帝的天使。可是背叛者就应该受到惩罚，不是吗？释放耀眼白光，你是绝望的希拉，亲自将背叛者撕碎，他没有了形态，成为了一道耀眼的光。
没有了，您看看。我知道你的秘密。陆佳怡的书是你写的，那些死亡的描写也是你写的，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的秘密。他们死了，你没有。所以你知道丢过人的信息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别动！放下武器！再敢轻举妄动，开枪了！我调查过你，你就是一个废物。你才是废物！有他在我手里，你敢吗？退后！
你确实在一开始就告诉了我答案。陈茉莉代写的那张卡片，谜底是一只送信时会敲门的鸟。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意思，其实很简单。第一，你是要提醒我陈茉莉和陆佳一次性的破绽。第二，陈茉莉就是那只会送信的鸟，而敲门代表着它就是答案。落款人的名字写的是 Canon， 我一开始以为是人名，后来才想起来，啊， Canon 在英文里的意思是作者的真作。所以整个案子你就是要告诉我 Canon 就是答案。卡农是一首复调的音乐，周而复始，不断循环，所以问题既是答案，那这一切的开始是什么呢？是那个 U 盘。头让我交给你的。我找到 U 盘里面的隐藏文件，密码是卡农的数字和弦乐谱。那你又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的电话里面我听到了海浪声、海鸥声，还有轮船的汽笛声。但是你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，不难判断你应该是在海边的一个封闭的小屋子里面。将这些信息合并，不难找到这儿。苏唐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你究竟是谁？对我做了什么？视频里的东西你应该都看到了。脑锅的人体做实验，你就是个疯子。哼，天才和疯子有区别吗？成王败寇，成的人人们就叫他天才，败的人人们就叫他疯子愚蠢。不过这么多年证明我是对的，我的实验是成功的，我造就了一个天才，多亏了你，苏唐。那场雨天的车祸是你策划的，你故意弄坏了客车的刹车，目的是要我们上那辆中毒司机的班车。你掌控了周医生要杀童小倩的动向，便筹划了一场借刀杀人。你在医院调换了魔方，我上车了以后转动魔方开启了机关，魔方里的毒气释放起来，所有被你注射过的都因为气体的释放导致药物反应，血管爆裂而死。你跟周医生进行肮脏的交易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帮他取得学术研究上的名利，而他为你提供地下人体实验的患者。没错，周医生那个蠢材，这么多年我帮他爬到今天的位置，最后却被一个女人抓住了把柄。不过我正好借他的手毁掉这批失败的试验品，没想到你却没有死，苏唐，你是一个奇迹。我只是一个意外。你醒来之后，我一直蛰伏在周围，想方设法地制造各种案件，观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实验你的极限在哪里。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实验在我的身上偏偏会成功。是的，苏达，你是特别的，我们一起找到答案。我是不会跟一个疯子在一起的。你以为你身边只有我一个疯子吗？究竟是谁？
你只要吃一针，你就会乖乖听话。肌肉中毒没关系，我只关心你的大脑。 最深的恐惧，并非是我们的无能为力。我们最深的恐惧，是我们不可估量的能力，是我们内心的光明，而非黑暗，使我们惊恐不已。 醒了，苏唐。唐振他，你说你是不是笨啊？一个人就敢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 你以为你身边只有我一个疯子吗？